講緊學生係仍然都係關注緊個社會嘅不公，唔會因為佢開咗學或者個時間唔同而係對於抗爭嘅行動係會放棄或者係退卻，而係會繼續關注呢個事件，繼續出嚟去抗爭呢個社會嘅不公義。我覺得香港政府所做的很多事都未必是真的為香港市民的利益去或者的生活改變他的生活而去做的咯，而是甚至有可能是只不過是為了一班新的移民偏向中國去為中央去做事，而不是為香港市民去服務咯。他們是其實我覺得爭取一樣嘢，點都會有啲嘢要犧牲。但係如果政府可以回應我哋訴求嘅話，其實犧牲唔會咁大。所以我覺得係雙方都要負責任。